非常榮幸當選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新一任的義務秘書長。首先，我衷心感謝投票給我的體育總會會員對我的信任和支持，亦都感謝黃敏超秘書長過往的帶領，讓我有機會繼往開來，為推動香港體育發展出一分力。過去幾年，香港運動員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時亦都是來之不易。除了運動員和訓練團隊無私付出之外，背後亦都有港協暨奧委會以及一眾體育總會的默默耕耘。我們會繼續保持緊密交流和合作，為香港運動員以至整個體育產業創造更優越的發展條件。作為體育總會屬會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梁，我們一定會繼續實踐良好的企業管治，共同處理體育界關心的議題。團結、拼搏、突破是體育精神，亦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今日體育文化和旅遊業發展相輔相成，我們不斷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衷誠合作，增加協同效應，為社會帶來更多正能量，帶領各總會和運動員一起向世界做好應該需要的代表性，講好香港故事。